埃德森就是一个好的开始，就是说球队他是有改变。中职26年，开幕战观众破纪录，兄弟14安强攻首胜。职棒26年开幕战，昨天涌进了多少人？18413人，创下了中职史上开幕战最多的观众纪录。中信兄弟在开幕战面对地主全员出场的气势，先发投手郑凯文主投6又3/3局，被敲6支安打，包括林鸿玉的2分炮，4掉3分。感谢那个有所支持，那也在攻击上面也给我赞助这样子。球队全场14支安打的赞助，掩护郑凯文拿下胜投。队长林威柱4打数2安打，在7局击出关键的胜利打点，更获得单场最有价值球员。南美国中继投手黄伟成在7局出现乱流，只投3/4局，4掉5分。中信兄弟以7-3击败地主南美国。今天赢的话，大家气势会比较好，可是明天的话可能会打比较顺。中新闻综合报道。